晚上睡觉就直接在地上铺垫子是吧？哎呀，一个月就是让我过去啊。那你们在这，你家是在什么地方？是在这边专门放牧？就是下面有个冰场嘛，龙溪冰场。啊。地方我的家。啊。一个月是吧？这个地方3个月。住3个月。我2个月过去了，还有一个月能过。啊，还有一个月哈。你们家养了多少头牦牛啊？我最少了50。50头。啊啊！最少了，人家有200的有，200的有，80几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人不够了，人不够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孙子上学了啊，那我有个儿子又现在成都去了啊，成都去了，办驾驶证啊，哈哈。他有一个车，办驾驶证。啊，那人不够，没办法。60岁了。毛主席在那个时候，我上学。你们在毛主席感觉好吧？我到了学了，上了学了。但是政治生活不好。看草，看地，看树，看安全，就这个样子给钱。啊，是一个人还是一家？是一家，一家我们有4个人。啊，一家4个人10000多。看草的有2个人。啊。看树的有1个人。啊，就这个。啊。安全看的有1个人。啊。就是有4个人。啊。这个呢就3000、3000嘛，一年3000、3000嘛。哦。一年3000，吃了3年。哦。